你好，陳新安院長。咁我哋好開心咧，因為我哋而家咧係做緊《月澤四海晚清志民國廣東書畫選》嘅展覽。咁其中一個單元咧就係講書院嘅發展啊。咁我就諗起啊，陳新安院長係新亞書院嘅院長，而且新亞書院咧又係宋明理學嘅一個延續。咁所以我就覺得不作他人想咧，就邀請你同我哋傾下偈。在你的學生生涯裡面，有沒有些老師是對你影響特別深遠呢？我本身其實在新亞書院裡面 就讀生物系的、我最深刻印象就是我 Final Year Project、他來到帶領我來到做實驗的那位老師黃永春老師，我特別記得就是我們想、組織學，組織學就是看回所有、人身體裡面的結構在顯微鏡底下嗰、那個嗰、不同的細胞的構造，咁佢係好有心嚟到逐粒細胞逐粒細胞嚟到玩啦，佢係好認真上堂，好認真上堂。所以從黃永春博士身上高咧，我睇翻我睇到嗰種做學問係需要付出，需要好認真，需要好仔細。咁呢個亦都影響咗佢嘅教學。所以其實我在解剖學啊，我在一些嘅神經科學啊上高最初步最基礎的一些嘅知識咧，我是慢慢慢慢咁嚟到建立起嚟，係從佢身上嚟到學到，慢慢建立起嚟。我想黃老師一種教學模式在我們的廣東書院的一些老師那裡都看得到，所以他們呢是一代一代傳承這樣來到去影響到下一代，即譬如我們會很熟悉的陳禮呢，其中一位呢他就是最初就在越秀書院那裡讀書啦，之後因為他成績很優異就被揀選了入了學海堂，之後還成為學海堂的學長，即可能好像很多新亞書院的校友咁慢慢就係好優秀，然後再去教學。咁陳禮咧，佢特別之處咧，佢寫算書咧係好規整咧，咁同埋佢將佢嘅學問咧係擺咗喺算書嗰度。咁所以我哋睇佢嘅《算書白言聯》咧，其實佢都係會引用咗《史記》啊，或者係《無私正義》嘅句子咧嚟到去寫成。同埋呢種咧，即係將學問咧係變咗好實用，去經世致用咧。其實呢種又同即係廣東書院嘅一啲學人，佢哋又係有一種一脈相承咁樣。即係譬如我哋講李文田，即係佢一方面會做官啊，咁但係佢又同時會喺應元書院嗰度講學啊，咁佢又會識得寫一啲算書啊。其實呢一對作品其實俾我有一個嘅領會啊，因為。李文田咧，佢提携咗好多後輩，其中有蔡元培啦，佢能夠俾呢啲後輩一啲機會，佢亦都除咗呢啲後輩嘅學術表現之外，佢喺佢同呢啲學生嘅相處當中，佢都能夠好揮灑自如，呢樣嘢咧，其實亦都係我喺作為新亞書院嘅學生，之後成為老師，咁要去到咧就係需要嚟到帶領書院啦。我希望同學真係能夠喺翻書院裏邊揾到佢一啲學習嘅機會。屋企唔夠空間嘅，我哋就提供宿舍俾佢。假如佢冇資源嚟到買到學習嘅書本或者其他輔助器材嘅話咧，我哋提供資助俾佢。咁另外就係、假如同學佢喺某方面佢有一個好遠大嘅理想，有個夢想嘅，我哋希望喺書院個層面嚟到盡量提供
機會俾佢哋發揮，造就佢哋，造就佢哋嚇。其實就好似李文田一樣嚇，佢能夠睇到學生嗰個潛能，再俾佢一啲嘅輔助，啲學生咧將來就會飛噶啦嚇，佢哋就會發展佢一個好偉大嘅事業。